up, old man. I don't know what you'd do without me.各位520发布会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永劫无间的制作人关磊。明天我们的新赛季无望就将要开启了，本赛季啊将会有海量的内容更新，从新玩法到新内容，甚至新的性能优化呀，堪称是24工作室最速更新传说，冲刺周年庆。新赛季即将登场的新英雄末路之鬼武田信忠。 他是一位来自日轮国的武士，从小习武天赋过人，坚守着忠义、勇信、克己的武士之道。最后却因为各种因缘离开故土，踏上了巨孤洲。相信各位已经知道，武田与胡桃既沧海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但是武田的故事当然不止于此了。这位英雄背后的经历在新赛季中等着玩家你们自己去挖掘喽。 新英雄武田信忠想必能够给现在的队伍组合带来非常新鲜的体验。你呢是要选择和胡桃来个师徒搭配，还是和火男来个宿敌组队呢？即使你选择单排来使用武田，也会有一个大妖风联合你一起唱双簧哦。明天更新的这个新赛季版本里面，十分给力的性能优化和正刀机制优化就要时装进去了。 这个一文一武的两大优化，相信可以让玩家们玩永劫无间玩得更加爽快。详细的优化内容大家可以前往我们的公众号来查看。随着将近一年技术力的累积和人员的扩充呢，我们的多平台移植顺利的进行中，无间的手游团队在操作方式上面进行了摸索与创新。现在，我们不止让老玩家在手机上面能够找到端游的操作感。 更让没有玩过无间端游的手游玩家也可以轻松上手啊！画面品质做到了高配来对标我们的端游，主流机型呢就可以顺畅的游玩我们游戏的标准。请关注手游的朋友们稍安勿躁啊，开发顺利啊！想要预约的话可以开始了呀。 哎，回来我们的新赛季吧，新衣服肯定少不了的。除了 BP 中准备的宝贝之外，捷杯冠军们的专属皮肤千呼万唤使出来。永劫的国风专题金乌记也将要上新了。除了央视呢帮忙曝光的这个明光铠之外，我们也参与了龙门石窟进行的修缮工作哦。 修缮的成果将后续为大家做详细的汇报，同时超乎想象的联动内容也即将登场喽！